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我不会才35就真的更年期了吧？女性在40岁之前，因为卵巢功能衰退而出现月经紊乱、潮热、汗出、易怒多疑、皮肤衰老等一系列类似更年期的症状，就称之为早更。下面这些事容易伤卵巢，以后千万别干了。盲目追求骨感，导致人体缺少必要的营养，脏器衰老就会加快，长期营养不良导致卵巢早衰，引起早更。现代职业女性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，长时间有不良情绪，精神压力大，会严重影响内分泌，导致月经失调，引起早更。30至40岁的都市白领中，有30%女性存在早更症状，总是不把月经紊乱当回事儿，不看医生，不治疗，最终导致卵巢早衰，引起早更。沈诺君希望年轻女性健康生活，关爱卵巢，远离早更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